怎么？本王给的比那个人给的少吗？他给了我们五串糖葫芦呢。这个能买100串糖葫芦。去，重新大声地唱，让整个昭京都知道，我百鬼主帅回来了。行了，别把事情闹大。是，走，快点。王爷，唱童谣的就是他们。刚刚的那首童谣是谁教给你们的？本王教给你们一个更有趣的。饮酒一二斤不醉，听曲儿三四更不累，做鬼打鬼样样都会，百鬼主帅十全十美。怎么，本王给的比那个人给的少吗？他给了我们五串糖葫芦呢。这个能买100串糖葫芦。去，重新大声地唱，让整个昭京都知道，我百鬼主帅回来了。百鬼主帅，放着人不做，偏偏还想做鬼。